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学员，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辛苦哈，为对咱屏东哦，对高雄啊，这样远的所在来到这，咱今日呢要了解。就是过去，为人真多对历史的错误，今日希望来遮台湾民政府会当予咱大家一个圆满，而且正确的答案。首先，我先来介绍，我姓刘，名坤南。即摆呢，咱要来讲的，就是讲咱近代。这个历史的回顾是，那个边啊开关刚好开，哦，等一下，好像没有开，去，哦，马紧。因即马咱对这个下关条约吼，就是讲这个1894年这个甲午战争，还是没有呢？有。咱对这个马关条约开始哈，伫这个1894年，咱这个大清帝国甲这个大日本帝国发生这个战争，这个大清帝国呢，以战书所以讲伊爱割让这个土地，和咱这个大日本帝国这个天皇，所以伫这个1895年的4月17日，这个大日本帝国加这个大日本天皇，伊是天皇甲天皇所签约的，这个好像。无要紧，咱即马先看这个马关条约哈。即马伫这个台湾甲澎湖，伊是永远挂念和日本天皇，大日本帝国的这个天皇，即马这个伫5月7日，咱这个国际条约伊有一个签约日甲生效日，这个签约。伫这个4月17日签约，5月7日生效。但是因为伫这个国际条约，你签约了，你这个领土，你爱去点交，爱去点交。点交呢，就是这个，咱伫这个6月7日点交完毕，这个大日本帝国。伊是这个派这个伊藤博文，这个中国伊是派这个李鸿章，来签约的，签了台湾甲澎湖，当这时伊有挂三块土地嘛，挂这个一块就是辽东半岛，辽东半岛这是伊中国的这个起源地，就是这个奉天的这个所在。但是咱等一下咱会去讲到，因为因是领土，所以讲袂当分割，咱以当这时咱是伫殖民地会当来分割，所以讲伫这个5月7日了，咱大日本帝国就拥有这个台湾甲澎湖，
吼，甲京啊三十六个小岛，吼，永远是大日本帝国诶这个领土，但是迄阵是要殖民地，吼，要殖民地。啊，到这个1937年吼，1937年4月7日开始有这个皇民化，所以个。所谓的皇民化，没有电。哦，所以这个皇民化哈，皇民化，伫这个1937年4月7日开始，哦实施。不，我再没有电。实施那个皇民化，啊，皇民化为人。就是讲，伫迄阵有咱爸爸妈妈迄个年代，吼、哦，伊即马咱较早拢是日本籍，话就是讲咱伫生活中，吼、哦，咱咧用是讲咱的来自哦，吼来自哦，这都是日本话，吼、哦，爱、啊、是讲咱咧做水电咧用的片子，吼、哦、爱、啊、是罗赖吧，吼、哦，这你拢会记得啦，吼、哦。哦，这就是，爱是讲咱的姓名，会叫做哦，啥物米柱啦，哦啊爱子，爱是菊米，哦爱是摩尼，哦，这拢是日本名，哦，拢是日本名。这伫这个冥冥之中，吼、哦，这个咱拢会去学着。其实咱这少年呢，这辈子拢全唔知啊，哈济。哦，啊那较老一辈遐，哦，咱的爸爸妈妈遐都拢知，哦，这。啊，即马来伫这个1941年12月7日，吼、哦，这个12月7日吼、哦，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吼、哦，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伫伊是起始珍珠港啦，啊，伫12月7日时阵吼、哦，这个日本伊这个首相叫做东条英机。伊已经伫12月7日就对日本海，吼、哦、啊开始开船，开始到12月7日，就是离这个珍珠港，吼、哦，而且头十点钟的时间，伊当开始宣战，吼、哦，当开始发布这个战争，啊，所以讲哦，伫12月7日迄天都系美国的礼拜日啦，吼、哦，礼拜日。啊，所以讲，战了，伊起嚟，当飞行机起嚟的时阵，伊无先轰炸，伊甲整个规个珍珠港拢先巡一遍过来，了，当开始炸，开始轰炸因的这个迄个舰船，啊，炸了，差不多啊，哦，规个珍珠港拢差不多万木苍蝇，规个拢总是死伤，哦，了，12月7日。哦，这个当地时的总统是罗斯福总统，哦，罗斯福总统，因为罗斯福哈、哦，伊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做上侪任的四任，哦，伊对1933年，哦，加1937年第一任，啊，1937年了加1941年伊第二任，哦，啊，对第二任开始，这个年代拢开始在战争。哦，所以讲，伊到41到45，吼、哦，这个年代，哦，啊，12月7日，总统啊，伫遮恁爱知影，因为总统美国的宪法内底规定，总统伊无宣战权，哦，伊已经爱经过国会，哦，由国会来宣布，由国会来宣布，啊，所以讲，迄天。这个罗斯福总统吼、哦，伊嘛在咧想，啊，这人已经弄来到灶卡，这无宣战嘛袂使，所以讲伊当赶紧向国会啊，由国会来宣战。所以讲第12月7日即天，就是大东亚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战开始，哦，开始。啊，即嘛伫这个12月7日，吼、哦，就是咱这个。
因为咱进日本甲美国是伫太平洋战区，哦，伫太平洋战区。啊，十二月初九，就是这个蒋介石，吼、哦，伊伫这个中国，伊嘛向日本宣战。但是我拄好讲，伫宣战爱两国同意，才会当开始战争。但是伊伫十二月初九，伊宣战，但是伊当作是中国。有三个中国，有三个政府，哦，重庆。其实，伊无资格他宣战，伊当时是蒋介石是当时是做行政院长，行政院长俩。啊，由主席林森，林森来宣布。哦，这弟弟恁，这个咱台中这个原来的这个省政府哈、哦，这个中心新村内底，一撮族人内底壁边。你若入去大门，入去到底三十公尺内底，你就看得到哈。由林森来宣战，来宣战。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南京汪精卫，吼、哦、嘛是这个中国。啊，个延安，延安就是这个毛泽东，吼、哦、毛泽东嘛是这个政府。啊，所以讲你三个中国要宣战，日本伊嘛无法度当要接受讲你是对的。哦，所以讲伊伫遮伊无猜啦，所以讲这个宣战的失效，哦失效。好、哦、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吼、哦，咱是注意看吼、哦，咱是太平洋战区，咱是伫太平洋战区。啊，因迄边是有人讲，咱有咱咧读册当中，咱会去听着讲啊，八年抗战，其实八年抗战唔是。哦，伊是伫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开始，哦，啊，甲伫1945年10月25日，即伊讲哦，八年抗战、光复节，即拢唔是，即拢是假啊。咱所以今日咱来研究学习的，就是讲要学习咱真真正正的历史。即以后，即所有的历史，咱会伫台湾民政府，咱要求哦，咱的教育部长会甲咱编列。一本历史，真真正正，咱所谓爱的历史，因咱过去60几年来，咱总读的拢是假历史嘛，都是假的历史，唔是真的啦。我较早咧读册嘛，小讲啊，哦，八年抗战，就像拄拄啊，这讲师讲的，哦，十月放足一假呢，咱拢期待咧放十月后啥物讲因咧双十节啦，哦，啥物会遐？帮助这家，其实这拢唔是啦，这拢是假的历史。咱嘛是一生当中过到即阵迷迷糊糊，拢总唔知啊。甚至到咱进，咱到底是虾米人？咱今日无来上课，咱绝对唔知啊。咱绝对唔知啊。哦，啊，咱若唔知，咱以后咱要安怎向咱的子孙，要安怎来给教育？哦，这大家咱爱去思考，哦，爱去思考，哦，这就当作是咱这个高沙义勇军，就是咱今日吼、哦、有真济高沙族的来，吼、哦、高沙族，吼、哦、高沙族来，啊，其实较早因是拢叫吼、哦、原住民，啊，其实咱即马爱改改倒当来，吼、哦、爱改因称呼高沙族，吼、哦、高沙族。啊，这个为什么他有这个高沙义勇军？就是这个1945年，就是这个日本天皇下诏书。这个诏书是比宪法佫较有效，吼、哦，诏书比宪法的位阶较悬，吼、哦，较悬。伊伫1945年的4月7日。拄啊！伫这个方民华的时阵，是1937年的4月1日，进这个诏书伫1945年的4月7日，是安怎啦？拢4月7日，因为4月7日就是日本的会计年度，哦，会计年度，就是讲国会议员，哦，还是国会的在开会。哦，伊这个学校，哦，要开学，哦，还是这个公家机关要上班，
拢总伫四月初，吼、哦，这就是伊一个会计年度，吼、哦，会计年度。啊，伊伫1945年四月初开始，吼、哦，伫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吼、哦，伫台湾甲平洋。所以讲，这个明治宪法实施了，有予咱台湾人，吼、哦，本土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哦，这个参政权，哦，咱有，只要当地是咱有派三个，一个就是林献堂，第二就是柯炳，第三就是兼龙山。哦，这咱真正，你一定爱在这个宪法内底有实施了，大将台湾平和，哦，归入伫因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安尼，咱等伫这个战争，哦，咱等一下讲着。哦，伫这个1945年8月15日，其实伊伫是13号，日本天皇伊就伫这个边啊，吼，这个赖志玉的边啊，伊就开始在练习，吼、哦，开始已经有想要投降，哦，啊，所以讲伫8月14日，伊就甲这个议会。哦，国会议员参详好，所以讲伫8月15日，伊就用这个来自由啊宣布无条件来投降。因为当这时伫8月7日吼，有美国向日本有投下第一粒的原子炸弹，哦，迄粒叫做胖子，迄原子炸弹有名，哦，叫做胖子。伊投来是投来伫这个广岛，哦，广岛。啊，第二粒是伫8月7日。切到投下的长期，哦，长期，这两粒投下了，当时就死已经甲要将近30万人啊！哦，啊，所以讲后壁唔知个几粒要搁投唔知啊，所以讲伊无投降袂使，无投降会亡国。哦，所以讲伫伊伫8月15日，哦，来宣布投降。哦，啊伫。九月初二，递投降书。哦，唔是讲你投降啊，投降就无代志啊。你爱去写迄个投降书，哦，投降书。啊，伫这个密苏里舰内底，哦，这个就是麦克阿瑟。啊，这个就是蒋介石啊。哦，伊无入去伫内底，伊伫外口尔。哦，所以讲，因无参加战争，因嘛袂当入去开会。哦，这是这个意思。好来，啊，这个10月2日，哦，这个就是讲投降书伫这个密苏里舰了。啊，伊这个伫台北的中山堂，哈、哦，伊这个是受降啦，受降典礼，就是讲。你所有的伫这个战区内底，吼、哦、啊，即个日本台湾遮个，吼、哦、爱向蒋介石啊，吼、哦，底下爱向伊受降，就是讲甲缴械的对啊，吼、哦，甲遮个军队啦，还是啥物话啊，来向蒋介石啊投降。所以讲，浙江唔是光复节啦，哦，浙江唔是光复节，咱过去拢安尼，啊个甚至啊个插国旗。哦，啊个插迄流亡旗，希望明年过，咱就无插迄啊，咱就换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哦，就换这支，哦，就换这个旗啊，哦，啊，这个伫这个受降典礼伫台北这个中山堂内底吼，伊、哦、这个就是英国，吼、哦，啊个苏联、个美国，哦，啊个这個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哦，你甲想是安怎？为什么才有这个国家参加？哦，这咱以咱秘书长嘛是拢有讲过啦，哈、哦。哦，啊，这就是光复节，光复节，这就是美国的国旗，哦，这就是美国国旗。所以讲，伊写台湾光复，哦，这是拢是假的。所以讲，咱今日是来这见证，了解。咱真实的历史，
吼、哦、啊，这同齐时拢伫高雄吼、哦，这个码头咱搁咧甲迎接，结果因来是拢穿草鞋、排冬钉。哦，即咱若较年老一辈吼、哦，咱拢会去知影。啊，若较咱阵较少年辈，咱遮就较毋知影。哦，若像八十几岁遐，因当齐时拢有了解，啊嘛会参加，啊结果参加过拢足后悔。哦，足后悔。哦，即个欢迎你要看。哦，啊，即拢伫即个码头遐，拢还佫有咧人西。哦，这咱会以透过这个图样，哦，咱来看一下。浙江哈，浙江，我即摆要就是讲，咱的四大人，咱家囡仔生落来，到咱囡仔知影这个代志了后，咱家咱的囝讲你毋是我的囝。啊，我也听讲，啊，你是大人生我是安怎讲？你才讲我毋是你的囝，哦。咱较早拢是大日本帝国，而且个市民，吼、哦，一、那个国籍，所以讲伊伫浙江用一张行政命令，哦，行政命令，伫浙江规拢甲台湾规划为中华民国籍，规划为中华民国籍，哦，这是。真正讲诶，当这时呢，伫这个三月七八，美国甲英国吼，伊、哦、有三遍诶白皮书诶抗议，吼、哦，伊这个战争和平条约还未签诶战争，你着宣布，甲将这个伫遮当地诶人民规划诶国籍，这是违反着人权公约第一条。伊所写的每一个人要放弃国籍，第一，你爱有合法；第二，你爱有意愿；第三，你爱有愿意。哦，安尼才会使。你袂使甲整体整个规个人民拢甲规划的中华民国籍，这是唔对的。哦，来，啊，这个吼，伫。1947年2月28日，这大家拢知啦，哈，大家拢知。这当时是伫台湾遮屠杀足济台湾人的精英，包括老师、医生，哦，遮较有知识分子的，遮的，哦，这真正讲的，这讲了到底吼，有拄时啊，话拢目屎流，目屎滴就对啦。来，啊，搁这个1949年5月，应该是5月19日啦。哦，啊，这可能在拍做跑步的时阵做了，唔对是5月19日，哦，5月19日开始戒严，哦，开始戒严。啊，这戒严吼是全世界内底吼，台湾是戒严上久的，哦，戒严上久的。到1987年7月15日，38年过了56天，哦，过65天。啊，搁有这个1949年6月15日，哦，咱40000换一箍，哦，40000换一箍。这较早吼，阮大伯甲阮二伯，哦，较早拢有咧用个粉仔厝，哦，去粉仔厝，咱咧搞粉仔，较早有咧食粉嘛，吼。用个迄粉，迄煎粉啊，迄啊，哦啊，阮大伯甲阮二伯吼，无够钱，啊，甲阮舅公借钱来起，迄拢较早用土起起来。结果，即一工过了，掠两只鸡啊，幸运尔，哦，40000换一箍，哦，40000换一箍，哦，第一张，哦，一张40000换一箍。哦，啊，这个到1949年10月7日，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成立的一天，哦，伊伫这个联合国是伫1945年10月25日开始成立，
吼、哦、开始成立。啊，所以讲伊伫十月七经过第二十六届诶联合国半数通过，吼、哦、半数通过了，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哦，这是第几天？哦，啊，中华民国是建都1912年，哦，啊，到1949年，哦，38年的时间呢。哦，啊，这当这时就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多样。哦，啊，到这个1950年6月2号，韩战爆发。反战爆发，拄好救到咱，嘛是算救到咱台湾人。因为伫迄阵，当时是伫《开罗宣言》1943年11月27日，哦，这个当时是三个，就是这个蒋介石、哦，甲丘吉尔、甲罗斯福，哦，这是三个。这個、宣言啊，《开罗宣言》唔是条约，哦，所以讲就是讲咱三个讲的，讲啊，这個、战争煞了，哦，啊，将台湾承认中华民国，哦。啊，因为拄好罕见爆发咯，罕见爆发了。当这时蒋介石伊就伤过欢喜，伊就讲：啊，你若伫这战争煞，你台湾还我了，我袂去侵占哦伊邻近的国家。结果，这个毛泽东伊就出兵去支援北朝鲜。哦，这就是罕见爆发者。啊，所以讲，伊伫这个年底吼，伫年底了，这个美国又控告联合国，讲这个中国出兵哦支援北朝鲜，哦啊，所以讲联合国受理，所以伫这个吴秀全哈，这个周恩来啊，周恩来就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伊嘛有伊控告呢，伊嘛。甲派这个吴秀全啊，招高人小组，吼、哦，去联合国抗议，抗议讲啊，这个美国，吼、哦，侵占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结果联合国讲好，甲既然也是领土，你也来啊，你白纸黑字，哦，你也摕证据来，哦，当这时是用伊半年的时间，结果半年到摕袂出来。各位三个月，啊，到即阵嘛还摕袂出来，哦，到即阵嘛还摕袂出来，哦，啊，到这个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足侪人唔知影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包括我啊未接触这个论述进程，哦，我嘛唔知影。这上面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我完全拢唔知道。哦，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有27条。哦，即咱的新台湾内底吼，一本足重要的。哦，就拄啊，咱顶一个讲师咧讲的，整个规个政治、规个历史，拢伫新台湾内底。因为讲起来，咱秘书长足辛苦，真正足辛苦的，因为为着要。和台湾人会当去了解整个的历史啊，伊真正足用心的，啊，咱这会感谢伊吼，非常感谢伊，甲咱拍开这篇门吼。来，我拄啊有讲过《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咱国际条约内底，就是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位阶上悬。哦，因伊是48个国家签约，哦，所以讲伊个位阶足高。啊，过来就是咱个下关条约，哦，中国人叫做马关条约，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是伫暗时11:30生效的，哦，啊，伊生效日了，就是代表这个战争结束。到这1971年1月7日开始，台湾关系法哦生效。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的国内法哦，美国国内法。啊，为什么咱都要
前咱有听到，因为我这节课就是讲要让咱会当阁了解加深咱过去咱对咱的历史的误解，咱今仔就是讲会当较了解较济，哦，而且这历史，这个咱像最近，哦，这一两年，咱的月历也好，哦，你甲看，拢即马无写中华民国啊，拢即马就用2013年，哦，即马伊唔敢用中华民国啊，足少啊，哦，因为伊正式的名称就是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哦，是办事处尔，所以讲因咧。选总统啦，还是选啥物？或者伫外口讲外交部、啥物外交官，迄拢唔是啦。哦，迄拢唔是。来，这个1986年9月28日，吼、哦，这个、民进党成立，到今年11月11日，我都满，伫民进党内底都满26年。哦，满26年，所以。整个民进党，并不是讲伊民进党唔好，伊当作是伊个党章是写台湾独立、自民主权。哦，这咱是听了足假的。但是伫这1999年的时阵，伊把迄决议改，哦，改过来，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安尼就不对啊！哦，安尼就唔对的。因為台湾要哪独立，是要独立对对出去。有的人啦，长吼较早来伫咱伫上课的进程，咱唱国歌完了，哦，主席宣读的时阵，哦，伫这宣读的当中，咱就知影，哦，伊这条文内底，咱两个主张，两个立场，哦，咱就爱去解看，伊这足济足济。咱爱去了解法律的物件，咱都有讲过啊。吼、哦，咱顶一个讲师伊嘛讲了真精彩，就是讲咱政就是政治台湾，唔是法律台湾。台湾民政府要所要行的这条路，就是法律的台湾。阿嘛为剩这条尔，其他拢总无路通行。这条是咱本土台湾人唯一的生路，哦，唯一的生路。啊！伊民进党成立的所在，吼、哦，就是台北燕山饭店，吼、哦，燕山饭店为什么在咧竞争？伊燕山饭店就是宋美龄开的啦，台湾人立钱的，吼、哦，台湾人立钱的。啊，当时是这个总召吼、哦，就是咱这个谢长廷做总召啦。啊！你民进党，你唔是讲你家己民进党，你就会当拢入去呢？无呢？这是爱经过伊点名呢，爱经过伊点名，你才会当入去呢。啊！这个蒋建国又讲啊，你伫我中华民国体制内，你安怎运作拢无要紧。啊！这个人20万好人，伫迄个年代20万足好用的，哦，会当买贵。几栋的楼啊厝啊，那个小蔡，那个第二的那个华理论述的那个。奇怪呢！哦，咱即马来，咱即马到这个是咱近代的历史哈，诶，这个回顾。啊，咱即马来就是要讲咱这个法律，吼、哦，法律的论述。这个法律，咱这个有讲这个国际战争法。哦，咱国际战争法，有的人较无去了解，就是讲还没有吗？哦，伫这个国际战争，伊有5点。第一点就是海牙第4公约，
哦，1907年所成立的。第二点就是这个日内瓦和平公约，哦，在1949年成立的。第三点就是这个红十字会，哦，全进会总章程，哦，总章程。以这个红十字会哈，咱老在这个战争法里底有规定，这个红十字会，咱来战争的时候，咱会穿衫，还是讲咱的肩章家有一个红十字，吼，这是一个义务兵呐、啊，伊是一个在专门在救这个伤患的，哦，这你袂当去甲拍，哦，这伊吼在国际法、这战争法里底规定甲足清楚，你是盟军也好，还是这个敌军也好，拢总爱救。哦，这是指这义务兵的任务。哦，啊，你若讲拄好炸弹炸掉，都无话讲啊。哦，所以讲这足重要。哦，啊，第四点就是这个美国啊陆军教战守则内底，哦，这个有3000几条，这个判例。哦，啊，第五点就是美国最高司法单位。哦，会判咧，这五点合起来叫做国际的战争法。啊，咱拄仔有讲过，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哦，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哦，这就是伫美国陆军交战守则内底第6章第1节第358条内底，哦，这个通则延伸出来，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哦。啊，这个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就是这个日内瓦公约第47条，诶，这个通则内底，哦，流亡政府，你若是流亡来伫他国的国家，你袂当就地合法，哦，就是像这个，西藏流亡伫印度德兰萨拉吐蕃，哦，伊伫这个城市内底，伊你只有当会当流亡来到伫城市。你袂当伫整个规个印度拢总是恁的，就是像即嘛，哦，流亡政府，伊流亡来到遮，啊，有个人唔知影，已经60几年啊，讲啊，会当就地合法啦。其实，唔是，吼、哦，这个伫咱这个法律论述的探讨内底，吼、哦，伫遮，这国际战争法占领袂当移转主权，伫第6章第1节。第358条，哦，这个通则内底出来，哦，啊，这个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这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第47条。咱这讲唔是伫只安尼讲讲的过多，咱这拢有一个条文，一个通则出来呢。无你安那要安那讲讲，哦，那么是会当估咧，哦，就是讲伫这个。美西大战、美西战争的时阵，哦，美国所占领的，伫西班牙的殖民地有古巴，哦，还有波多黎各，还有菲律宾甲关岛，哦，啊，有的人伊是讲主张美属台湾这块土地是主张是美属，其实唔对，哦，唔对。伊那伫1945年4月7日进前，日本天皇啦宣布投降、递投降书了。迄个时阵，咱就是真正是美属啦。但是伫1945年4月7日，伊已经宣布，吼、哦、向全世界阿浪斯已经宣布，这个领土咱伫遮已经伊已经实施明治宪法，哦，互咱参政权甲参战权。哦，咱拄好看到这影片，这高沙义勇军，哦，啊，就是讲伫这个靖国神社内底，哦，咱有39100个的英灵伫内底，哦，所以都袂使阁讲伫这个殖民地内底啊，咱就已经变作领土，啊，领土都袂当分割。伫我拄好有讲过，哦，这个下关条约，伊当这时挂有日本天皇有3块土地，其中一块。哦，就是辽东半岛，啊，因为辽东半岛是领土，袂当分割。结果10天后了，伊个写一个《还原条约》，哦，
行这个中国，哦啊，因这个条约咱都有讲过，那伫战败，包括挂地了，爱阁赔钱，所以讲伊遐伫有赔32,000的这个黄金，哦黄金。来啊，即马这个咱美国国父、美国的国父，敢有人知？哦，这个乔治·华盛顿，哦，美国的国父，啊，伊伫这个1979年哦，伫1789年7月7日。又向国会借两本册，哦，借两本册，到伊个基金会成立了，哦，221年，又向这个美国国会，其中一本就是《万国公法》，哦，《万国公法》。来，咱即马来看这个。法律的逻辑化，咱是顶一节吼，咱有讲到，这个法律的逻辑，法律你若了解有足清楚，你的逻辑的思想能力一定足好，反应嘛足好。过去咱伫68年来，咱所灌输的毒素太侪啦，太侪。有的人咧讲的时阵吼。咱啊，法律无够清楚，咱啊是，因咱上课对咱来甲亲戚朋友分享，哦，有讲好，但是为朋友嘛，甲伊讲诶，哪有可能，无可能，哦，无可能诶代志，但是就是讲你诶法律无够清楚，哦，所以讲两个啊正啊，就是一定物件有真有假嘛，哦，就是咱是真诶，啊伊讲是讲假，因毕竟咱较早所受诶呢。所受的教育，拢总是假教育嘛，哦，假历史。这个逻辑化，恁啊暗示吼，进因伫阮屏东，伫75台日本台，进多咧做日俄战争，哦，日俄战争。这个日俄战争伫多1904年，哦，2月8号开始战争。哦，我看了吼，真正讲，咱美国，迄是拢派上好的精英，哦，像伊藤博文，哦，也是啊个奈木西典，哦，奈木两个后生拢战死伫沙场，两个后生，即恁若伫去日本吼，咱若这边有去的，哦，伫日本的靖国神社。诶，这个邮票馆内底当中有记录起来，这哦非常的精彩啦！哦，恁即马啦有时间，是讲恁定伫北部，唔知第几台，我唔知啊。伫阮遐，阮伫75台，未来日本台。哦，这个日俄战争，伊就是要攻这个203高地，这个203高地，当下底下要攻这个高地吼，就爱。4万几人，攻到第三届才攻起哩。头一届哦，我安尼甲看，拢总是人拢用枪支在动。头一摆死14,600人，第二摆死4,900人，到第三届无法度，天皇下令，无论安怎，这个203高地一定要攻落来。如果若无攻落来，日本亡国，因为当这时俄罗斯。的军舰，伫世界上好诶，伊已经伫波罗的海已经出港啊！哦，出港要来伫这个203高地，这个边啊有一个旅顺港口，旅顺港。哦，旅顺港，这个旅顺港，你呐，伊遐一个地形非常好，迄、那个地形就真正有够好诶。哦啊，所以讲因伫海军拢伫遐镇守，当这时海军哦。这个上有名的就是这个东乡平八郎，哦啊，陆军第三军的司令就是奈木西典，
哦啊，伊这个万东联合司令，都、就是迄个俄语嘛，俄语。哦，这是伫这日俄战争内底所扮演的，日本咱上好的精英，咱美国所派出的拢总是精英啦。哦，拢总是精英，所以讲有伫这个属龙工商，咱所听的属龙工商哈、哦，就是这个属。这个书就是日本的武术，吼、哦，日本的武术。啊，这个兵推，吼、哦，就像安尼嘛。这个逻辑化来的，你像讲战争，战争，请问有的人敢是讲限制日时？无嘛，战争暗时嘛会当战争啊，吼、哦。所以讲，伊在攻打这旅顺关、旅顺港口的时阵，伊就是用暗时。哦，用暗示。伊所有的兵推内底，这甲咱的逻辑是相相的关系，哦，息息相关。你想讲，伫这个高地，还是这个城堡，还是这个哦，咱的这个店，哦，咱的基地，咱一定会设这个壕沟，哦，还是这个带这个地雷，哦，无向轻易让敌人攻落来。这拢爱去兵推，拢会吼杀一张图。比如讲，这个敌人会对地攻，吼、哦，拢爱兵推。这个兵推的逻辑就是安尼，吼、哦。哦，来啊，咱即马，咱这个第四吼、哦，咱就是讲控告美国总统，控告美国总统，你伫咱进咱所知影的代志。民进党也好，台联党也好，哦，建国党也好，有多一个人，多一个政党去告美国的，无嘛？哦，拄啊，咱这个林秘书长，吼、哦，就是咱这个林志深博士，博士，吼、哦，伊是用人权，哦，用人权来告美国总统，甲美国的国务院。甲司法院、甲国防部，哦，伊伫2006年十月二日开始控告，哦，告了，到这个地方法院有已经受理啊，受理了，哦，咱伫这个最高、这个高等法院，哦，咱一叠一层一层一叠过去哩，过去了到最高的法院。哦，啊，最高法院呢，伫2009年，而且8月7日，哦，伊有一个宣判，哦，就是讲，好，恁所有控告，诶，这个，这个要求，因拢受理，哦，这个、控告诶，这个迄落有分五点，第一点，就是讲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诶立场中，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伫国际无人无承认的政府，哦，第四点就是讲地理当局，伊爱照这个咱甲告咱原告了着，伊所履行的，诶，这个告诉者拢爱去承受，哦，啊，第五点就是讲台湾最主要的占领国是美国，哦，主要占领全国就是美国。哦，啊，这个流亡政府伊是代理占领俩，哦，代理占领。咱这个历史的关键的时刻，哦，这个关键的人物，就是讲，咱伫2006年，哦，十月二四，哦，咱有去告美国了，这嘛是伫咱。历史内底留名呢，哦，啊伊这个美国的国务院，伊咱该过了了，伊伫2009年的十月七五，哦，伊有这个戴森，就是这个丁奈，就是讲恁阿未准备好，我嘛阿未准备好，哦，啊，所以讲有咱三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就是讲恁当这时控告的。就是讲，咱林志升博士顶
228个这个名册，哦，名册你爱送来，啊，这个名册这228个啊，拢伫咱的大门入来，你若有看迄个牌匾后壁遐，哦，这名册拢伫内底，拢会写伫遐，恁等下若有用，哦，会当来甲参考看，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爱有4000名行政官，这部分就是讲咱尽上届迫切要爱达到的这个目标，因咱一定会100%接到政权，因咱啊愈慢，咱尽一工所流失的，一工2亿的美金流失。有的人讲，啊，我都有通食就好啊，我都若上班啊，都吼一个月2-3万块，安尼我就当过生活。其实，恁的想法安尼拢错误。你伫日本、新加坡、吼、哦、韩国也、啊、好，你敢知因的学生还是大学生毕业了，上少拢还有70000几块，好台票啦，拢还有70000几块，啊，咱呢？真足侪少年呢，哦，在座足侪少年呢，有小姐还是讲，哦，的女朋友啦，哈，还是讲的牵足久啊，啊，都嘛唔敢娶啦，哦，唔敢娶某，为什么？一个月20000几块，按两个加起来，乎你50000块，啊，50000块要安怎？啊，若拄好时段有厝诶，就无要紧；啊，若无厝，爱阁租厝，啊，总袂使徛好多摆嘛，嘛爱阁买车。啊，你生囡仔，你嘛爱甲车用啊，啊嘛爱遮个费用，安尼50000块敢无够？无够啦吼！啊是，那咱以后拢做行政官。哦，咱即4000名就是拢总行政官，以后咱的薪水拢有3倍，哦，比因即马流氓政府的行政官拢还阁有3倍，哦，所以讲以后咱的法律，咱只有2条尔，哦，2条尔。第一，咱若是公务人员，爱记的，咱袂使去贪污，哦，咱袂使去贪污，无像即马流氓政府像我。高雄这个林益世就好，啊，即嘛嘛无代志啊嘛吼，无听你讲啊嘛吼，啊，这钱偌济？啊，黄志明，拢金条呢，啊，即嘛无咧讲啊，即拢咱来血汗钱啦，咱来辛辛苦苦安尼一个月，啊是啥物月交哦，来纳税金，纳牌照税，纳燃料税。安尼，拢立的，拢好因。哦，所以讲，这是咱今日咱要来，咱要爱知影这个真相。哦，这就是咱来的上大的目的，就是这。啊，希望大家对，爱尽量，甲这亲戚朋友讲。哦，那法律较唔知影，咱就伊来，爱是讲咱各州。哦，拢有州总部，咱咪当讲啊，该带来遐，吼、哦，啊就是讲，咱也是即个干部，咱会当该解说，因毕竟咱对，咱若上即两节，吼、哦，即两三暝两工，吼、哦，3工2暝啦，啊，甲即个高级班2暝3工，即几工短短时间，你即个法律你绝对无可能呾了解样清楚，哦，所以讲。啊！因你若要阁，予你看哦，看到几啊个月了，有都是啊，要甲伊讲这个机会已经无啊，哦，已经无啊。因咱差不多阁超欠超1000个左右尔，哦啊，希望大家上好吼，那只较少年的机会较有啦，哦，较少年的，因咱最需要进，咱就是需要精英。哦，那是恁有。爱外文呢，哦，英语、日文、德文、法文，啥物文拢无要紧。但是唔好学这个北京语哦，咱以后这个北京语
都要给去掉。哦，咱的母语就是台语，哦，就是台语。咱以后这，哦，那伫这个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咱五年来，哦，即个做老师的，你若台语，若学袂好势，歹势，咱就无给任用，哦，咱就无给任用。啊，以后所有的公务人员，拢总是咱本土台湾人。哦，恁中国人嘛做遐久啊，六十几年啊，啊嘛爱换阮台湾人做啊，哦对不对？咱以后拢总，只要你有签迄张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咱本土人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这张，哦，咱就会当做公务人员，哦啊，尤其是咱爱来受训，这四千名，哦，这四千名，就是拢咱的行政人员。好、哦，来，咱今下要来讲的，就是这个关键人物、关键的人物。咱都有讲过美国的国父哦，乔治华盛顿。啊，咱台湾嘛爱有一个国父呢。哦，敢唔是？应该我要讲，恁大家拢知啦，哈、哦。好，安尼解巧，哎，法律哪条啊？有了解者，了了点者就知影，吼、哦。其实，当下可以嘛无法度呢，哦，当下可以嘛无法度，哦，就是讲，咱所有这四千几个，都是咱的革命先行者，哦，咱所有要做的工课，拢总伫爱咱伫这代，咱就爱甲伊完成，哦，来甲伊完成，唔好过下一代。来受苦，哦！你像讲这个，伫两千零六年，咱都有讲，哦，咱有去林志先博士为过美国，了伫两千一零年的九月七八，哦，咱伫这个华盛顿 D.C. 那么举办这个酒会，哦，这个酒会，这酒会当然刷了，就是有上两张图。哦，迄两张图，哦，就是这个日本的风景，哦，这个御殿桥，这个御殿桥非常的水，哦，真正有够水的。我伫去年吼，我有去，哦，我有去，啊，因为吼，伫遮，我就是讲吼，嘛真感谢啦，台湾民政府给我一个机会，因为我伫八月的时阵吼。咱来等于外家嘛，哦，等于外家啊，这个初二咱等于吼，那囡仔足欢喜啊，拢来领着红包，哦，阿妈还是阿姑遐，拢会红包给咱。结果咱中昼食饭食食的了，啊，我都囡仔拢爱食鱼丸啊，拢拿汽水食食的啊，罐罐啊，就饱啊，就托一个鱼丸啊，哦，啊，就出来佚佗。哦，结果我要。过入去读的时阵，哦，我都听到有人在哭，啊，结果就是阮娘在哭，哦，啊，伊阮阿妈有甲讲，伊就讲恁三兄吼，都去南洋战争了，阿都拢无回来啊。啊，咱迄阵囡仔咱唔知，我伫因为我伫他们囝仔我听到，哦，咱唔知讲南洋太平洋啥个，咱唔知，咱迄阵做囡仔唔知。啊，到家我十三四岁时阵，哦，伫阮迄个年代。可能恁话啦，像我安尼，咱较早咧读册，拜六了还阁读一波，哦，对无？拜六了还阁读一波，唔是讲像即马有周休，无，阮迄阵无。啊，礼拜四啊，吼，阮拢会，阮娘拢会骑脚踏车啊载我去，因为阮娘是上细汉的，哦，阮外妈上细汉做囝，啊，我嘛是阮妈妈上细汉的，哦，所以讲伊拢会载我去骑波，啊，带到。啊，伫遐吼，伊咱较早讲啊，食饭食饱卖水坐，啊，休一个饭落安尼。所以讲食饱伫遐树仔卡，吼，啊，伫遐坐，啊，伫咧讲，伊拄提起这个代志，伊就讲吼，较早因三兄啦，就阮三姑啦吼，是对有够好诶。啊，迄阵咧读册时阵哦，咱毋是讲即摆
派册包啊呢，因拢用筋啊，啊册扛啊，啊家己这个裤带遮，哦，啊即马回来吼，拢行个残花路，残花路就是咱哦，即股残啊甲即股残，哦啊中有一撮个小路，哦迄道真臭呢，啊结果吼、哦。阮较早迄阵是穿个迄牛头牌鞋啊，鞋啊，好，迄若过年哦，啊，若分一双鞋啊，好，啊，跳几啊工，啊，所以讲迄阵哦，唔敢穿，拢若穿会穿下口，啊，回来啊，着行田安路，行大面，拢嘛迄布带啊吼，啊，拍夹啊，排排搭蛮滚啊，哦，这应该恁拢话有去感想着啦吼，啊，结果阮俩吼，行伫后壁，啊，就跋落。遐跋落吼，住伫口，啊，阮三姑吼，拢甲挨倒来，挨倒来吼，啊，赶紧，因为较早咱拢用个大灶嘛吼，头前遐水，啊，后壁看是煮菜还是创啥个，啊，赶紧，身躯洗洗，啊，衫裤甲伊洗洗，啊，甲用好打，啊，无你明仔载无通啊穿啊，吼，所以讲吼，迄阵在阿姨嘛家己讲甲伫口呢，所以讲吼，伫迄阵吼，迄个心情啊。所以讲，唔是讲一般局外人会当去体会会到的。哦，啊个了，我伫哦，因恁那个在爱个知影恁，即期是第69期。哦啊，我伫两年前我较幸运啦。哦，我伫第8期。哦，我着来受这個法律的论述。啊，结果有听到咱秘书长咧讲。整个新社内底有咱39,100个英灵伫内底，啊，迄阵，伊正式的遐个人吼，阮有领到迄个抚恤金，哦，阮妈妈因有领到，无介济啦，啊，10几万个款，啊，即摆我着想，我讲好，明年哦，就是伫旧年我有去，咱旧年是上济220个。哦，安尼今年闹热哦，因遐可能较寒，我足惊寒的。啊，咱伫南部吼，拢总热人都无遐寒嘞。阮鱼吼，啊坐飞机，创啊坐飞机，我头一摆出国啦，啊唔知啊，啊去哩吼，要飞去是还好呢，要落来吼，咱是两只手，我倒是坐伫中排，啊两只手晃嘞，安尼晃到好，啊一直载落，一直载落安尼啦。啊，结果我边啊吼，带坐咱的迄个潘副主席。迄、那个潘信行潘副主席，人伊底下听音乐啊，啊，真阿嘛，我那底下心肝安尼好好，安尼小肝就较平静落来，啊一日，哦啊就落落来安尼，啊咱都憨憨，咱也毋捌出国，咱哪会知啦？啊惊甲皮皮喘呢，啊正要等下就袂惊啦，吼、哦，迄头一摆，啊结果我去吼、哦，我伫个靖国新社，诶内殿啊，伊。内殿吼，唔是一般民众会当入去的，是以天皇、啊甲国会议员、甲县市长这三个单位，才会当入去内殿祭拜尔呢。因一般的民众，一世人都袂当入去，都无迄个机会通入去。所以讲，阮拜出来吼了，因拢阁甲阮惊咧，吼拢阁甲阮惊咧。啊，所以讲，我真足感慨啊。台湾民政府有我这个机会，我拄啊伫这个靖国神社吼，伫内殿。啊，即卖我就甲阮三姑讲，哦，阮三姑叫做杨金山呐、啊，杨木杨的杨啊，迄、那个金金脉金，吼、哦、啊山顶的山。啊，我讲吼、哦、啊，我都我妈妈叫杨端嘛，我讲我是杨端的囝，哦啊嘛是你的外甥。哦啊，所以讲，伫60几年来吼，无人甲伊找见啦。啊，所以讲吼、哦，我是伊个外甥。好，啊，真歹势。所以讲，台湾民政府伫我遮，我一世人，我足感谢。因为60几年来哦，无人去甲找去，唔是6年，唔是6个月呢，迄是60几年来呢。哦，所以讲台湾民政府哦，进前咱的李登辉先生哦，伊的兄哥嘛是伫靖国新社内底。是啊，那伊若做总统，伊是啊，无法度通入去。
是为虾米？绝对无可能，因为台湾民政府，我所以讲要讲拍破无可能的这个理论，就是呢。你今日六十几年来，哦，甚至讲全国新社，哦，对内电、对外电，哎，行入去内电啊，无可能。啊，佮经过会议室了，确认你是虾米种人，你才当对内底看啊行。行入去啊，行一个母子神，迄是偌庄严的所在呢。我是迄天在零度，啊，佮透风兼落风，哦，足寒，啊，我足惊寒，啊，拢你袂当穿鞋啊入去嘛，咱拢爱穿袜啊，哦，穿袜啊，啊，迄房啊，拢按台湾只云贵阿里山的原木掀落去，包括恁伫大门入去，入去靖国神社，遐有四枝条啊，迄头三人揽的。迄种原木，你记不记得当片着竹棒掀落去的，下边竹棒诶？哦，迄种咱台湾诶，啊，迄种原木无搁用啥物油擦来啥诶，拢总无。哦，啊，所以讲伫遮哈，我要呼吁大家，咱今日咱这个关键的人物出来，哦，咱要做啥物代志？咱上重要就是讲，甲咱直接。代，咱爱伫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将流亡政府结束伫台湾占领。哦，咱的下一代，伊无迄个资格，嘛无迄个责任，来受到流亡政府的压迫甲欺骗。哦，因应该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安尼才对呢。哦，这我伫遮会当呼吁大家，等下。甲只论述，哦，咱秘书长伊上个课，哦，咱一方面咱会当赶紧听，啊，一方面咱会当看册，加深咱的印象，哦，加深咱的印象。啊，而且恁即马本的遮吼，遮个册遮拢是较基本的，哦，较基本的。啊，慢慢恁有兴趣，爱阁加深，以后所有的公务人员。哦，流亡政府这些公务人员拢爱考试。哦，啊，考试唔是讲考英语、数学、国文这啥，这拢唔是，就是考咱这个法理论述，就是爱考法理。啊，你若考不过，歹势你嘛袂当做公务人员。因为你家己的法理，你家己啥物人，你都唔知呀。啊，你是凭啥物资格要去讲做公务人员？哦，这对哈。哦因为我昨啊，拄啊是一个机会，啊，因为这囡仔吼，为少年家拢找无头路，啊，我伫这安尼解说互因听，伊嘛有兴趣，吼，啊，今日嘛有来，吼，今日嘛有来，啊，这是伊的福气。咱咧共讲，即马对咱阿咧共讲的时阵，你唔免甲伊编，唔免编，因为咱台湾政府有这个任务互咱，咱甲伊告知就好。哦，咱伫这个咱是去年，吼、哦，咱所有咱订的报纸，咱已经订十几届啊呢，甚至一遍咱七大报拢总订，啊，这叫做啥？这就是公事送达。有人讲啊，我拢无看到啊，迄无看到吼，迄、哦、是你的代志啊。无可能，大家拢甲你讲啊！啊，你若话讲啊，我拢甲你讲啊，我拢也无看到啊，安尼要安怎？哦，啊，为什么为他拢有看到？咱下面迄个公布栏遐拢有，都是乡者诶，即个迄落诶，拢有报纸拢有报。哦，啊，咱诶 DM 来 DM 内底，咱诶 DM 嘛应该足好势，足水。哦，迄质量足好。哦，啊，因为今日时间诶关系，我就讲到遮。好、哦。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啊，各位稍等一下吼。各位同心，妇女的姑娘的小姐哈，啊，请恁食饱后，伫迄个一楼会议室遐。